昨天，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重新开馆。本次展览展出一百七十件套展品，除本馆收藏的八十二件套外，还涉及全国二十个单位、多位黄埔后人及藏家的藏品。据悉，改造后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、文物藏品扩容拓展、陈列展览升级更新等方面进行全面提升。此外，黄埔同学录查询式数据库也在当。 天上线。据介绍，该数据库由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与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联合筹办，现已收录包括黄埔军校校本部、各分校、附设各训练班、各兵科学校在内的黄埔军校学员资料超过十七万人。黄埔精神，我觉得在现在最大的启发就是说，我们还能够去发起这种爱国奉献的精神。那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永远传承下去的。我相信这个对整个国家、对整个民族。 从现在到未来都是好的。黄埔军校呢，有一个卓越的贡献啊，就是在抗战当中也大量的办学啊，有大量的青年学子投入了军校，后来到部队当中，就保证了我们的持久抗战到最后的胜利。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光复台湾。